现在煮什么第三道菜、啊？对，第三道了。什么麻辣香锅啊？啊、哦，麻辣香锅啊，那麻辣香锅很多料的。麻辣香锅其实你们喜欢什么都可以放的。你家里哦吃剩的有肉啊，有虾，有山肉，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放。然后看你们喜欢。有剩下的全部都可以放进去。用这个酱料来煮，不用去弄那。什么辣椒？这个是麻辣香锅的海底捞，因为那个这个。麻辣。在这里的后面。OK， 这个啊。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哦、海底捞的、啊、麻辣香锅调味料啊，这个有这个了，这很容易煮了，就买这个海底锅，全部东西丢下去炒就对了、哦、才多少四块钱啊，四块钱里面几包啊，四块钱里面有几包，两包，里面有两包啊，里面有两包、啊、这个辣椒你们自己要、哦、看喜欢辣还是不辣，自己啊，喜欢辣不辣自己看啊，放多放少，都是你们自己喜欢哦。啊，自己喜欢啊 ，OK，OK，、okay okay, 我们看有什么菜什么料啊？这里有。我要活动。那看一下有什么料，他们介绍。哇，我有放白菜、白菜黑木耳、萝卜、萝卜，还有这个笋，那天那个一包的那个笋哦，竹笋。OK。然后有虾、虾肉、肉什么肉？那个一片一片的瘦肉咯，一片一片瘦肉你们喜欢肥肉也是可以啦，三层肉我放瘦肉。啊然后放虎鸡，还有放午餐肉 hot dog， 啊 ，clam meat， 啊 clam meat。这个、那个 capsicum 呢？哪里？这个、哦、灯笼椒啊。灯笼椒放 chicken 的，等一下。啊，放 chicken。啊， okay, 你有什么菜都可以放的，其实。你要什么都可以放的、啊。因为你去外面吃那个麻辣火锅、哦，他们很多料给你选。对。麻辣火锅就是真的很贵。你去外面吃很贵，对。是去外面吃应该很贵啊，因为很多料。哦，嗨，阿玉旺，你好。这里炒了、哦、什么东西加在一起都一大锅了。啊，这个炒了什么东西加在一起都一大锅了，哦。OK。这个肉你要它软一点，你可以放一点粉啊。哦、啊，肉你要它软一点，可以放一点粉啊。一点啊，放一点生粉，什么生粉的木薯粉什么都可以、哦。生粉、木薯粉啊。corn flour 也可以。你刚捏捏一下，你的肉质会比较软。啊，捏一下，你的肉会比较软点啊，捏一下，捏一下。OK， 捏一下的会比较软一点点。OK， 那个锅烧了，烧了是拿来煮吗？我这些菜哦，我烫一下会比较容易。哦，那些菜拿来烫一下，烫了会比较容易熟啊。OK， 烫一下。放一点盐。放一点盐，水跟它滚了，让它放一点盐。放一点点油。放一点点油。嗯、哦，这个水是拿来烫那些料的啦。烫，放萝卜。放一点萝卜，等一下你炒比较快。哦、萝卜等一下炒就会比较快，哦。萝卜比较硬的就放先了。哦，这样子。这个白菜，这个头硬硬的先下。然后头硬硬的先跟它下。等一下这头硬硬的白菜可以跟它先下。硬的先下，软的等一下哦。啊，硬的先下，软的等一下。啊，可以放芋头也是，哎、不芋头啊，可以那个莲藕。是的，莲藕其实你们家里有时剩的东西哦，你要放什么都 OK 的，莲藕也可以。啊、莲藕也是可以啦、啊、哦，随便自己喜欢自己放哦，莲藕也是可以放 OK。刚刚进来朋友帮我们分享视频了吗？可以。好，帮我们分享一下视频啊，分享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个竹笋也可以下去煮一下。竹笋也可以放下去水里面跟它煮哦，竹笋刚刚放下去煮一下。好，把它放下去煮。这个白菜。白菜放下去，好，白菜放下去跟它。重一点哦，炒料就一大锅了。好，这样就一大锅，你看这样就一大锅，把菜会变小的啦，好。嗯。OK， Hi Cindy， Thanks， 谢谢你的 like and share 啊。OK， 放下去水面跟它这样，用水煮啊，那个水要滚了，放盐，放一点油啊。OK， 放盐放油。最后有放一包 Maggi 米。啊，最后你要放 Maggi 米也可以了，但是不用放那个料了哦，你是说料不用放，放 Maggi 米就好了。哦，外面有卖那种一包的面哦，像 Maggi 米这样的，可以放一个下去。好，可以放一点 Maggi 米的，谢谢你们的分享啊 ，Thank you，Thank you， 不客气，不客气。好，用水跟它煮，
Hi, like and share again 呢哈 ，Josephine, thank you very much. Hi, 东东棒你好，谢谢你的分享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very much. 面好了，跟他烫一下。用烧水烫熟啊，等一下。用烧水跟他烫熟 ，OK。你狗给过了，你看。狗是这样的啦。好 ，OK。OK， 你看那个菜差不多好了哈，不用煮太熟了啦，好。可以跟他拿起来 ，OK， 菜可以跟他捞起来了的菜，好，跟他剥一下，好 ，OK， 菜好了就跟他拿起来，谢谢你的分享，都放点油啊，给我们放一点油，我要煎这个午餐肉跟 hot dog，OK， 煎这个午餐肉跟 hot dog 啊 ，OK。OK， 谢谢你们帮忙跟我们 order 那个产品啊，谢谢啊！我差点讲谢谢你们跟我们 order 午餐肉，啊，谢谢你们跟我 order 午餐肉。现在我们油烧，油开火了，开小火。等一下，我要放过去煎。好，我们煎那个午餐肉跟那个 hot dog 啊，再放下去煎。好，放下去煎，煎的会比较好吃啊。有些他们没有煎，他们直接丢下去哈、哦、，mix 一下就好了，好。然后跟它煎一下才会好吃啊。Frank Pan 这个是32还是36？ 32。这个是32 ，Dorin 这个是32啊。有没有加那个番薯的那个？没有。Glass Noodle 没有。什么番薯 ？Glass Noodle 啦，那个玻璃的那个面料。你要放是可以放啦 ，Sabrin 好。那个。Steam egg 好了吗？好了。嗯，因为蒸多久啊？平时10分钟就好了。10分钟啊。没有，这个哦，面你可以用烧水烫一下啊。面用烧水烫一下，面这个好了哈、哦。OK， 因为我火关很久、有酱汁啦。没有啦，你只是淋点酱汁。淋点啊，不要讲，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开讲，你再讲了，人全部手到完了。好 ，OK， 大家炒一下，然后到时候午餐肉干。煎两边脆一点。给它两边脆一点啊。哦，你去外面买，有时候他们没有煎的，他们就是全部丢下去 mix 就好了。好，把这个锅来放，够放没这个？够了。好，让它煎给他们两面金黄。OK， 干啦。OK， 汤碗好。OK， 煎是煎的锅。OK，Good evening 啊 ，Nancy 哦 ，Hello， 你们好。OK， 你们有那个产品护肤产品的问题，你们可以 PM 我们拿。哦，那我们跟你讲哦，有时候有些人有一些疾病哦，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吃哦，我们会 send 给你那个 brochure， 但你最好是问你的医生比较好哦。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PM 我们讲他有他有糖尿病、心脏病哦，尤其是心脏病哦，有很多种的，所以我们不会跟你讲哦，心脏病啊 ，confirm 可以吃啦，哦，不用怕嘎嘎姐，没有哦，我们会跟你讲说，给你 brochure 你去问，跟你的医生讨论比较好哦，我们不会硬卖的哦。不可以硬卖的，啊，为了赚钱哦。好咯，都我们会跟你讲去问你的医生哦。OK， 把大多数的人都还不错啦，都是有可以吃啦，只是哦有个比较敏感，会叫你去问医生哦，跟医生同分。心脏病哦，不可以。Hi Joyce，no problem， 记得帮我们分享视频 ，OK？OK，、okay? okay, 煎到它脆脆香香了啊。OK， 就跟它捞起来放一边啊，滴干那个油啊，不要浪费，油跟它倒回去里面，好，不要浪费。OK， 好，现在我们加一点叫蒜蓉啊，蒜蓉跟它放进去，爆香这个蒜蓉跟它爆香一下，好，爆香蒜蓉。希望大家吃的好。哦，希望你们吃的会好啊，我们不一定买的，好。哦，健康比较重要啊。对。OK， 然后跟它蒜蓉跟它爆香一下，哦，爆香了。我们要放黑木耳。我们要放黑木耳啊。
好，油跟它倒多一点油进去，刚才那个油不要浪费。黑木耳下，好，跟黑木耳跟它放进去，跟它炒一炒，爆香你的黑木耳啊。黑木耳跟它爆香爆香。现在我们把猪肉放下去，瘦肉啊，猪肉片放下去。好，猪肉刚才有放一点那个生粉啊，然后它按摩一下，给它软一点啊。OK， 猪肉刚放下去，虾也放下去，剥好壳的虾啊，跟它放下去里面。好，里面那个黑黑的一条的那个肠子要跟它拔出来，好。Okay, 喜欢我们视频的记得帮我们分享啊，分享给更多朋友。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可以关注我们的 page，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关注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我们的 YouTube。辣椒倒下去啊！辣椒那个海底捞的麻辣。但是如果你们不要这个它的渣哦，你可以用热水，不要太多渣，你放一点。撤掉那个渣。啊，这样。你不要，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那个渣哦，很咬了那个，那你可以放一点的辣椒鱼下去。啊，放一点辣椒鱼下去。好，炒辣椒鱼。不要放姜辣丁，不辣你们再加。不辣再加，所以很多很直接。加很多。好 ，OK， 有用 YouTube 的朋友哈，你们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啊。我可以这样加一点烧水哦。OK， 加一点烧水，你没有看到嘞，你这样加烧水啊。加一点烧水啊，等一下你们。过筛啊，如果你们觉得不太辣，你们 OK 的话，你们就上啊。OK， 可以过筛啊，等一下。好，我们有 YouTube 频道的啊， YouTube 频道比较容易放下去啊。YouTube 频道比较容易给你看我们的视频啊，食谱在里面也容易找。好 ，OK， 所以你们有用 YouTube 的话可以订阅啊，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菜也倒下去啊。啊，虎皮放下去，然后菜跟它放下去 ，OK。这样子哈，然后跟它翻炒，要从那些比较难熟的放下去首先哦，来慢慢放那些越来越快熟的。好，刚才菜我们有用水煮，萝卜用水煮过啊，说它已经是熟了了。好，OK， 记得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page 跟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啊。OK， 如果你有用 YouTube 的话。好，我们 YouTube 频道叫 New Secret Recipe， 有没有看到上面这里有一个 New Secret Recipe？ 去 YouTube 打这个就有了。你们可以再过筛。啊，过筛啊，说它渣不会下去。你不喜欢渣，你可以过筛。如果你喜欢那个渣 ，OK 啦。好 ，Hi， Joyce Chan， What time start cooking？ 我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5:30，5:30 start cooking 哦。看，可以跟它过筛，过那个放一点滚水，然后过筛，这样它味道就进去了。好、oh, ，Thank you for sharing 麻辣香锅 tips， no problem 哦。它虽然只是放那个海底捞的那个酱料哦，不过哈、哦、怎样用啊也是要，也是有放点鱼露啊，一点研究啊、哦，要研究一下。鱼露，放鱼露进去哈、哦，鱼露。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哦，我们5:30直播。直播间啊。哦，有时国庆日 special 啊，有时拜六礼拜有啊。哦，我大多数 normal 都是5:30到6:30。蟹条放下去里面哦。午餐肉也可以放哦。午餐肉刚才煎好的午餐肉跟 hot dog 可以放下去啊。如果你觉得不够辣，你可以下多一点。Maggi 米用烧水烫过了 倒下去哦。倒下去。我要辣一点点啊，我就放多一点点啊。你要辣一点，可以放多一点。This big bowl can easily 30块，对，很贵的，在外面买。所以你们有时候可以自己动手，好、哦、动手煮，买那包料，那个海底捞料才4块钱，里面两包，一包2块。我、哦、看不止30块哎，这样子，外面卖很贵的，好、哦，你们自己可以准备材料，哦，然后买那个海底捞的那个料咯，哦，海底捞料，4块钱里面有2包啊，2大包，好、哦、看哇，看这样就好了，放靠近点，不用放全部的，好、哦，我们也是没有放全部，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哇！喜欢很多人喜欢吃麻辣的哦，喜欢吃麻辣可以自己动手煮一下，动手煮自己看辣不辣，你们自己喜欢哦。啊、自己 try 咸不咸，辣不辣？不辣就在加，不辣再加，不咸就在加。有些喜欢小辣、中辣、大辣、啊。对，好像不辣。好，咸跟辣自己 try 一下啊。OK， 好了，就这样，关掉。
Hi Veronica， 不是我不要收我妈妈，因为一半的人哦，怎样要看我妈妈，一半的人怎样要看那个我，所以我只可以一半一半哦。你看这边里面两百多个人，我不可以让每个人高兴嘞。等一下我收我的锅哦，你不悲催，别人就讲说要看我妈妈很悲催，看不到我妈妈。所以哦，我很。不懂要收哪一边呢？ Yeah, 不要紧啦，开心就好哦。好咯，所以我就一半收我妈妈，一半收那个锅咯。欸，光我就收我妈妈哎。你们要收哦，等一下我们的我的女儿会放在那个面，你们看。对。